这南海散修崛起之事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推动。正是。那此人有何目的？他自称要寻找一味药引。南海一众散修的势力，怎么可能设下如此厉害的机关阵法？你顶住，我来对付他。不好！ 陈人开始直接驱动阵法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全力爆发，肯定能够突破这座大阵。